看啊，神的帐幕，看那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你的荣耀遍及在全地之上。我们欢迎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起初的，也是末后的，今天却借着圣灵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举起，我们仰望你的宝座，愿你荣耀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全能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事之王，你的道路公义真实，实在今在永在的主，在今在我们永在。哈利路亚，荣耀尊贵圣洁神羔羊，万有归拜，主已作王，直到永远，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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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是配得尊荣与赞美。全能的神，主啊，你的作为何等奇妙。
摇，万事之王，你的道路公义真实。让我们来注目你，注视你，主。荣耀尊贵圣洁神高扬，万有归拜，主已作王直到永远。众弟兄姐妹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真是奇妙，主啊，我们从各地而来，主啊，可是我们却一起活在你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我们有同样一位主，同样一个洗礼，同样一个圣餐，同样一个护照。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你的爱中，在你的赦免里，在你的刚强里，我们连结在一起。主啊，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
我们是一群大能的子民。主啊，我们的前面、现在跟未来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的未来都在你的命定里。谢谢主，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活在你的应许里。谢谢你，主。此生充满主恩典，以你宝血洗洗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一奇妙多美。来说此生恩典，此生充满主恩典，以你宝血洗洗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的奇妙容颜。我们再来对自己的生命来说，我们此生充满恩典，此生充满主恩典，我们此生充满恩典，以你宝血洗洗，相信，信心来说，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的奇妙美。因为十字架，十字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十字架的力量，来，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使我刚强，忍受鞭伤召唤我生命，我生命直到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是我。一生充满，对自己来说，我们的一生充满恩典，你宝血洗洗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的奇妙。再来说，此生充满恩典，此生充满主恩典，宝血洗洗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的奇妙恩典。十字架，十字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十字架，十字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是我。再来宣告，十字架，十字架担当。爱，主的爱穿越高
主的海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里，恩典直流进杯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再一次，主的爱来，主的海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里，恩典直流进杯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感谢耶稣为我受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因你的刑罚，因你受刑罚，我得平安，我得平安，因你的鞭伤，因你受鞭伤，我们得医治，我得医治。再一次来说，感谢耶稣为我受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因你受刑罚，我得平安，因你受鞭伤，我得医治，因你施加，因你施加上怜悯和恩典，救赎我，赐我更新的生命。因你爱我，直到永远，我更爱，脱去我重担，是我的依靠。因你的十字架。因你施加上怜悯和恩典，救赎我，赐我更新的生命。因你爱我，荣耀永远不更改，挪去我重担，是我的依靠。你施加怜悯，主啊，因你施加上怜悯和恩典，救赎我，赐我更新的生命。因你爱我，直到永远不改，挪去我重担，是我的依靠。挪去我重担，挪去我重担，是我的是我的依靠。是的，主，在慈应的怜悯，我们才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早上再一次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在十字架上，你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你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你将我们一切的罪孽都归在主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愿你的圣灵再一次将你全备的救恩今天早上永留在我们中间，再一次带来释放、自由、医治跟平安。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阿们。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个圣经。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一同再念一次，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见整个世界都在经历极大的震荡跟不安当中。当我们看见这些冲击世界的风浪一个一个接踵而来的时候，真的有一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觉，不是吗？
好像一点没有让我们有喘息的机会。我就想到，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境遇当中不也是如此吗？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接二连三的挫折跟困境，我们不也是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吗？这些挫折跟困境就好像生命中的巨人一样，将我们四面包围起来，常常叫我们看不见生命当中有任何的出路。但今天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从神生的，我们就怎么样？胜过世界。上个礼拜我特别讲到，做一个基督徒，在我们里面已经拥有一个得胜的生命。但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活出这样得胜的生命，能够战胜我们一切环境中的巨人呢？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三方面。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得胜的信心。跟你妈说，你一定要有得胜的信心，跟他说。因为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我们刚才读得很清楚，讲到让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什么？我们的信心。但是那是一种怎么样的信心呢？两方面。第一个，信心的源头是在于神。跟我一同来说，来，信心的源头是在于神。其实今天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都在运用信心，不是吗？你为什么就寄信呢？因为你相信整个邮政系统是可靠的，否则你就自己去送信了。为什么搭乘飞机呢？因为你相信整个飞航系统是可靠的，否则你就只有走路了。所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在运用信心，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怎么样一种信心才能叫我们胜过世界，胜过环境一切的巨人呢？那就必须是一种根基在神身上的信心了。因为这个世界的系统跟制度，无论是多么的便利，终究他们是不完美的，总是有意外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的信心绝对不能够建立在这些可变的环境上。弟兄们，如果说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股票市场上，或者是在建立在我们现在所拥有优越的环境上，那么一旦股票市场下跌，环境一改变，我们的信心就立刻破产。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越来越看见我们信仰最大的危机，就是在于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我们所拥有的事物跟我们自己的能力上。我再一次说，作为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把信心会建立在我们自己拥有的事物跟我们自己的能力上。难怪有时候神会选择夺去我们生命中一些东西嘛，不是？虽然有时候你叽叽呱呱在叫，但是神实在是要帮助我们，要拿走很多我们自以为可靠的事物，好让我们心中重新回转来归向神嘛。弟兄姐，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我们面对生命各样危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神所给我们的祝福上。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基督用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完成之后，圣经讲就有很多人要来跟随耶稣。你可以想想，很多人要来跟随耶稣。如果你看圣经啊，看见主耶稣跟这些人的对话是非常有意思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当这些人来找耶稣的时候，主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了，就这么简单嘛。接下来我们看见二十七节，耶稣继续说了，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啊，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但是好像无论主怎么解释，当时的犹太人还只是想到面包而已，想到怎么样得到今生的食物。所以讲了很久之后，到了三十四节，我们看六章第三十四节，这些人又来了，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啊，
意思就是叫我们天天吃饼得早，永不饥饿啦。我们看主怎么回答呢？你看见主的回答是再白也不过，再白也不能如此。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主说：“嘿，我不是讲食物啦，我是讲我啦 ，Hello， 我不是讲面包，我是讲我，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人必定不渴。换句话说，不要只看见面包啦，不要只是想到有没有面包啦，而是要把信心建立在这位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身上。唯有他才是真正的面包师父。你们跟你朋友说，唯有主才是真正面包师父了。跟他说，并且一个得胜的信心是要把信心放在生命的源头上，而不是把信心放在神给我们的资源上。因为资源永远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可是源头却是存到永远不改变。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定睛在这座宝座的神身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永不动摇。 Amen。 就第一个，信心的源头要建立在神上。第二个，信心的得胜在于遵循神的法则。跟我一同来说，来，信心的得胜在于遵循神的法则。并且今天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那么很自然我们应当按照神的法则来生活嘛。因为神是信实的，只有当我们遵照他的法则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祝福嘛。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全家到 Bahamas 去度假，一下飞机我就租了一辆车子，租车公司就特别告诉我说，在 Bahamas 开车是跟美国不大一样，在美国开车我们人是坐在左边，开车呢是开右线。可在 Bahama 不是这样，在 Bahama 人还是坐在左边，但要左线开车，不是右线开车。所以我在离开的时候，那个租车公司就一再叮咛我，记住要开左线，开左线。我还正说好啊，没想到一转弯就开上右线，眼看所有车子朝着我开来，吓得我当场把车就停在路的当中，结果整个交通因我而停顿下来。感谢主的保守，虽然脸面丢尽，可神保守我们全家都有平安。经过了这一件事情，我深深的体会到，今天如果我们想在一个国家得蒙平安跟祝福，你最好遵从当地的法律，按照当地的法则来生活，否则连性命都会不保的。 Amen。 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如果想在神的国里面得蒙神的祝福，我们最好要来遵照神国的法则来生活。 Amen。 信心的得胜就在于我们定义要在生活当中遵循神的法则嘛。虽然今天我们是生活在地上，我们却愿意选择按照神的法则，天上的法则来过地上的生活。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讲觉得几乎是不可能，但信心就是如此。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虽然我们生活在地上，却选择按照天上的法则来生活，这就是信心。而且我们确信，当我们遵循神话语的时候，神应许的祝福一定要临到在我们身上。你们，这就是天国的信心。拿十一奉献来讲，神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这是在神国里面蒙福的法则。但很多时候我们很常常因为自己的生活上的考量，或者是在传统上中国人的守财的观念，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要来遵循神的法则，结果我们就失去了能够经历神信实的机会，我们也无法经历到信心所带来的得胜嘛。在这次的特会当中，我看有很多弟兄姐妹从夏威夷来的，其中有一位我还记得，就是我在上次在夏威夷
领会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弟兄，他的见证十分的感人。他在檀香山是做导游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在檀香山的分堂是导游教会，也充满导游在里面。虽然他信了主，但他从来没有认真的要来跟随神过。后来他不但因为导游染上了很多不好的习惯，而且他还欠了十几万的债务。有一次他听到牧师讲到说十一奉献是神国蒙福的原则，他心想怎么可能，他给每个月几千块的收入，连还债都来不及，怎么还可能去奉献呢？他觉得牧师啊，你有没有搞不清楚民间疾苦啊？没想到他的太太在旁边就对他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神，为什么迟迟不敢十一奉献呢？他一听见他太太说不敢，他是性情中人，马上就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不敢。结果就因为他太太这么一句话，激起了他跟随神的热情啊！不但他开始十一奉献，而且他改掉了一切不好的习惯。结果三个月之后，居然他的生意开始越来越好转，收入加倍，而且甚至月入上万。现在他不但还清他的债务，买了豪宅，而且上次我去的时候看见两辆宾士豪华轿车，哈利路亚。连当地的导游看到他都跟他说，真是奇怪耶，我们做了一辈子导游都没有像你混得这么好耶，你的秘诀在哪里啊？他就对我说，每次我说别人都不相信，他说我的秘诀就是真正开始跟随神，并且十一奉献。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信心的得胜就在于你遵行神的法则。一旦你遵行，你就经历到神的信实跟丰富。 Amen。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得胜的信心。第二，你一定要有创意性的思想。跟你们说，你要有创意性的思想。在我们生活当中，创意性的思想永远是突破环境的关键嘛。 Steve Jobs 是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他也是大家所公认最有创意性思想的。但如果你仔细看 Steve Jobs 他的一生的经历，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一生都一帆风顺。事实上，他曾经被迫离开过 Apple， 有一段所谓的旷野的日子。但每一次我看见他一生当中都是创意性的思想帮助他突破一切在传统上的限制，而让 Apple 的产品不断的领先群雄，而且一直影响人类的生活跟文化。但今天我要说的是， Steve Jobs 并不是唯一拥有创意性思想的人啊。今天我们所信的神，他就是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他才是一切创意性思想的源头。 Amen。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看看圣经，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充满创意的神。每一个神迹都是用我们所想不到的方法来成就的，不是吗？而且每一个神迹都不一样。你绝不会看到圣经看到一个神迹你的感觉说，哎呀，怎么又来，又是这个，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式？不会的，神的神迹永不重复，永不 boring 啊。在旧约时代，我们看以色列百姓两次有过水的经验，一次过红海，一次过约旦河。第一次过红海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用杖向水一指，水就分为两半。第二次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过约旦河，换了我们一定会对约书亚说，约书亚，你的杖呢？你的杖在哪里啊？摩西是用杖向水一指，没有杖怎么有神迹啊？但是我们看见神却没有吩咐约书亚拿个杖，甚至也神都没有叫约书亚说你到前面来，都没有。神是说要扛抬约柜的祭司来，脚要先踏出，还不是约书亚的脚，是祭司的脚先踏入水中，然后水就分成两半。以色列两次过水的经验却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在新约圣经上也是如此，耶稣三次医治瞎子，三次都是不同的方法。
我们的神真的充满创意的，他是一切创意的源头，而我们人呢正好相反，人只要找到一个好方法就不断重复，不是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需要谦卑下来，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来求问神，求神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叫我们能够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叫我们听见神要我们听见的。有一次我读到一本书，里面讲到一个观念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人生就好像拼图一样，其实所有的答案都在你眼前，不是吗？只是等待着你去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确是这样，因为今天当我们面对生命中各样的困境，无论是你在财务上的危机，无论是你在事业上的关卡，无论是你在生活中的难处，我告诉你，答案早就在你眼前了。你要求神帮助你的事，开你的眼睛能够看见吗？开你的耳朵能够听见吗？让能够明白拼图中所需要的那一片在哪里，好让你把它们能够连接在一起，就这么简单。曾经读到一篇见证，讲到一位姐妹，当了被公司 lay off 之后，家庭的生活面对极大的难处，当时经济环境也不好，所以呢，她找不到很合适的工作。有一天在厨房里面做菜的时候，就在听收音机里面一个讲道节目，忽然间就听见这个讲员说，当你被公司 lay off 的时候你就有福了。他竟然什么在讲什么，什么叫被公司 lay off 就有福，在讲什么？这个牧师又继续说了，当你被公司 lay off 你就有福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永远没有这样胆量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忽然间这个意念就紧紧抓住他的心，他就想起每个礼拜他不都是跟一些姐妹在家里做什么手工艺品，然后去不同的场合去义卖吗？为什么不就在自己家里就开个店呢？刚好他们家的后面是正对大马路，他就干脆把后门整个打开面向大马路，他旁边是个南瓜田，他就干脆把整个房子漆成南瓜的颜色，换了南瓜的地毯，装了南瓜的窗帘，整个房子像小南瓜一样。他就上面挂了个牌子，南瓜田精品店。结果每个经过这个地方的人看见这么可爱的小南瓜在那里，都很好奇，都停下车来情不自禁地走下去，想看看这个南瓜房子是什么东西。一进去顺手就买两件东西，结果生意出奇的好，他真的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就觉得今天我们的神是赐下创意性思想的神，他不但会把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他也会把机会放在我们的眼前。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拦阻我们人生向前的从来不是我们的环境，拦阻我们人生向前走永远是我们的意念。我再说，今天阻挡你的永远不是环境，阻挡你的是你自己的意念。这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的原因， Ask and listen。 太多的基督徒只是 Ask， 你只是求问却不听，我们要谦卑下来寻求聆听，你要看见神要你看见的，听见神要你听见，而且勇敢跟随，你就一定能够经历神突破的恩典。Amen。 就第二个，你一定要创意性的思想。第三个，你要持续不断的祷告。跟你们说，你要持续不断的祷告。比如说当你看见神那种迟迟神所应许的事情迟迟不能够成就，有时候你心中期待的事情迟迟不能够发生，怎么办？你就要持续不断的祷告。当然可能你一听见祷告你就会说，哎，只好祷告了啦，好像祷告是
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样。 No No No， 祷告不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祷告是最好的办法。跟你朋友祷告是最好的办法，跟他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信实的，那你就要祷告祷告祷告，直到神的应许成就为止嘛。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坐在宝座上掌权的神，你就要祷告祷告祷告，直到你在环境当中看见神的突破为止嘛。我最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当他在主的面前看见一个异象，他就看见有一天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他旁边有个很大的石头，神就对他说，你要去推这个石头。他就开始推啊推啊推啊，无论他怎么推，这石头都不动，他就很沮丧，他就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不是要我去推这个石头吗？怎么推都不动呢？神就对他说，我只叫你去推它，我没有叫你去动它啊。你的责任就是推，时候到了，神说，我自己会动它的。哈利路亚。同样祷告就是推嘛，你的责任就去祷告嘛，就是不断的祷告嘛，因为时候到了，神自己要来工作，不是你，神自己要来工作，神自己要挪去你生命当中一切的石头。 Amen。 求神来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轻忽祷告的重要。很多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束手无策，很多时候我们也缺乏智慧跟能力，只有上帝能够为我们开路，祷告能够使我们经历到神的得胜。 Amen。 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说，今天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位在万有之上掌权的神，他是一位要率领我们天天向仇敌夸胜的神。无论今天你所面对的环境是如何，好像也许你觉得像巨人四面围绕你，我告诉你，一定要用坚定的信心选择来遵循神的法则了，而且寻求神的策略嘛，然后继续不断的祷告，你就必然能够胜过生命中一切的巨人，经历神突破的恩典。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虽然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真的遇到很多的困境是接二连三的，真的多少时候面对生命中的巨人将我们四面的围住，但是感谢你，你应许我们说，凡从神生的我们就必胜过世界，若是神帮助我们，有谁能够抵挡我们？求主再次帮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聪明跟才智跟能力了，让我们重新回转到你面前，相信你的应许，遵行你的法则，寻求你的策略，持续来祷告，好让我们在人生每一个关口上经历你得胜跟突破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战胜巨人的恩膏。哈利路亚。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重难关围绕着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你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举目仰望得胜的神。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凭信心向前行。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重难
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你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举目仰望得胜的神。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更强壮胆，凭信心相信。再次宣告，再次巨人恩膏。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凭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凭信心向前进。人生各样的困境，当你面对生命的巨人在里面，你相信神会为你开路吗？你相信神是得胜的神吗？你相信神要必要带领你吗？他们同时开口祷告来宣告，战胜巨人已经降临了，同时开口来祷告来领受。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圣灵的恩膏降临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谋略，让我们做到当行的事情，勇敢的心来跟随你自己，生命每一个层面，让我们经历你的得胜跟突破。哈利路亚，你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你若主神应许勇敢面对，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凭信心向前。再来一次吧，来宣告战胜巨人。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拉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凭信心相信。你要刚强壮胆，哈利路亚。你要刚强壮胆，凭信心向前行。神，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是的，我们感谢你是率领我们天天向仇敌夸胜的神。今天无论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怎么样的巨人跟困境，我特别为现在遇到困境的弟兄姐妹来祝福祷告。主啊，真的开我们的眼，开我们耳，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看见，听见你要我们听见，让我们勇敢跟随。主啊，你就要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突破的恩典跟大能。谢谢我们的主，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